泰嘎后，我是白董。那么今天呢，有一个特别的企划，因为上个星期啊，我跟我太太有点小争执，所以我今天想要复仇。前阵子我跟她一样带小朋友去卖玩具的地方嘛，然后我们一样有看到这种惊喜包，然后我要用这个来复仇。用什么来复仇呢？就是这个白只的假蟑螂。我会今天晚上我要跟他讲说，今天来拍影片，然后来开那个惊喜包，我要让它变成惊喜。我们总共啊，那个时候买个六袋，那其中有一袋啊，大家可以看颜色不太一样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要在这一袋，就是不一样的是这一袋红色的，我想要在这一袋上面来做手脚，就是把这些啊假蟑螂啊放进去，然后我会跟他讲说，我们今天晚上摸的时候就打开来，不要看，直接抓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反应。那现在把它装进去嘛，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打开来，因为它是这种包装嘛，所以搞不好它抓出蟑螂啊，它也不会觉得很奇怪。然后我太太也很粗心大意，所以我现在直接把它割开了，再把它直接粘起来，它应该都不会发现。那既然打开了，我们就顺便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了。王者 ，Hello Kitty 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鬼，跑车机器人，哎、欸，这还不错哦。是拉了会像陀螺一样的东西，那我们现在一样把它先放回去，然后呢，把蟑螂啊放在这个袋子里面。其实这个拿了其实还是还蛮恶心的，虽然是假的。起来，然后呢，待会再跟他讲说，我们今天来开那个惊喜包好了，要不然很占位置。那我们就等着晚上的到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白董，我是玉轩。那我跟玉轩呢，又带着我们那个两个小朋友呢，又跑去逛那个玩具批发。先了，你先不要看啊。那个，好，换我，也一样。我觉得这个重复率算很高哎，直接就抽到就丢桌上。一样那个贴纸的炼狱，一样。你们很讨厌。你有发现？我有复仇到了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